还有就是哦，那个 for 回圈改成那个 while 回圈哦，那这部分也是一样哦，就是乘法表早上有讲过哦。那第一步当然也是一样哦，就把这个地方哦，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哦名称我叫 multi table 啊、哦，然后把它贴上去，后面再加一个那个 while 哦。那里面的话一样的原理原则哦，就是说你要把初始值跟需要改的部分哦，比如这边加一个 while。然后把这个关掉哦，记得就是它会另外产生一个 while。那其实基本上哦，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哦，把它改成 while。哦，其实基本上呢，你就要把这个 keyword 好、哦，然后呢，条件部分的话呢，把它搬到哦，那这个宣告把这地方哦，把它搬到上面啊、哦，这地方把这个搬到上面来啊，这边把它 enter 一下，初始值放上面哈。哦然后条件，那加加的话呢，记得放在它的刮弧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点一下前刮弧，看到它的后刮弧的上面，其实就是我们要放的回去，就是步进的位置，好，把这个步进的位置加上一个分号，那这个部分就完成。这边的话再把条件部分 OK， 那基本上外回圈哈、哦，这样就做完。那基本上其实 while 跟 for 两个也可以凑在一起，不会有问题。我应该是这个跑算应该也是 OK 的。好，因为我们只有把外回圈改成 while， 内回圈还是 for。其实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网络上也有人这样的、啊，外面是 while， 里面是 for， 也是 OK 的。所以写法太多，你会发现这种。那如果你要内回圈要把它改成 while 也是一样，就是说把原来这个地方哈、哦、while， 然后呢初始值一样把它搬到上面来。所以初始值的位置非常重要，你不能搬到。这个外回圈的外面，那就完了、哦、你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的上方，就是外回圈的上方、哦、然后步进的部分呢，就看一下它的前刮弧在哪里、哦、后刮弧的位置在上面，把这个地方、哦、把这个加加放在这个位置里面、哦、你位置放错的话，基本上跑出来的结果也不会是正确的、啊、这边的话分号再拿掉、哦、有没有？其实这样子原理原则，那最后呢再加上格式化，因为可能排不太整齐，你可以记一个 Ctrl Shift 加 F， 好，它就帮你排整齐。如果你刮弧啊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没有对齐的话，好，执行一下，哎 ，OK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从这个范例里面，你看 while 回圈跟 for 回圈基本上是类似的，好，那其实观念也是一样，主要还是帮我们把重复的动作跑完，只是说它强调是。跳出时机就是这个条件，好，那另外呢，也请各位哈也动动脑筋了哈。我早上也讲过，就是说我们有个 star， 这个 star 是怎样印出来这个方向到12个，一到十二，对不对？那请各位哈，我早上跟各位讲，请各位把它怎么样倒过来，比如说呢，再把它版本加一个 reverse 就是把它倒过来。那倒过来基本上呢，这样就可以。那其实差别在哪里？请各位思考一下，好，其实这个还蛮花脑筋，但是你如果可以哪个方向都要有，甚至你要怎么排列都 OK， 甚至你要正三，你要一个三角形的话，里面就要再配合什么空白，好，那个更复杂了。但是这个就是算是练，你练功了，这有点像你经验值哈，你要一个 coding 能力要够强的话，其实这些都不可少的。好，如果你这些都 OK 的话，基本上也许将来，因为其实现在如果你要走 coding 的话，基本上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第一步他们还是会给你一个测试，考什么？考回圈啊，哦，多半都是考回圈。那如果说你这个回圈很熟的话，反正出个什么题目，反正你还是可以跑得出来，哦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多下点功夫。那其他像那个考证照部分，像软体设计国家考试有乙级跟丙级，乙级太少太难考了，因为乙级有 Java， 可是通过人数手指头数得出来，好，太难考了。那丙级比较好考，但是还是不好考，通过人数目前大概也差不多两万多人左右啦，各位可以上老委会的。那在那个软体设计丙级里面考的就是考回圈，好，考就第二站的地方就是考回圈，考 for 回圈、while 回圈、do 回圈，随便抽一个，那你可以用
他要的方式把结果跑出来，哦，才算通过。还有两站，第一站、第二站，那里面也是考这些。所以你这些观念清楚的话，无论说你是去面试做笔试也好，或者是说你去考证照，哦，其实都不是太大问题，因为这些都是相通的，哦，相通。所以请各位等一下，哦，试试看把这个正向的把它改成反向的，哦，然后再来的话把它怎么样再另存一个坏，哦，这个是坏的部分的话也可以把它跑出来，请你把它改坏了之后的话，哦，把这个坏，哦，改一下，然后也可以跑出正向跟反向，哦，我想这部分的话是很重要的，哦，看起来其实也是原理原则没什么，但是你如果这些都可以，哦，就是很熟练的把这些一下就可以解出来的话，那我想将来你在工作上面应该就会很得心应手，啊，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哈电脑的问题上面哈，最重要就是说哈，如何让电脑帮助我们哈下达一个指令。